欢迎来 KT 频道。本周新出副本《杀月中心》，这次副本有点难度，战力不到会打得很吃力，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准备攻略它。首先要感谢营地队友大壮、娜娜、月渊夜突破前两道大门，一路清怪。第三道门进去后，清除士兵，同时有三个密码锁要解码。这里解除炸弹要特别注意，要保持两个人在范围内，防守到坚守进度 100%， 超过时间就判定失败，失败就会像片头一样要重新。中间的机枪塔建议留在最后使用。这里雷射枪塔锁定后闪避就可以。清除完士兵就要迎接第一号 boss。可以利用掩体闪避，接下来 boss 突就亚伯特登场。被锁定可以考虑躲到这里。
终于来到最终 boss。对你们进行审判。